哇，好多年没玩过木头人了。这轮的最终判定是拿 vivo S12 系列手机，5000万的前置，拍3张自拍。好，第一个你们一会儿要摆的动作是健身，开始，3、2、1，木头人，木头人。 我们可以大概聊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来判定谁的动作是比较服。亮哥，你觉得合适？谢谢你。<笑>哎，快点的！从我这个，快点的！贾乃亮互搏梗都虎亮哥。<笑>亮哥一直在抖。我挑一个简单点的，看看你们之间彼此的就是团队意识到底强不强。3人组合的动作。 3个人必须要有，比如说手部、腿部的连接才可以，不然回到起点。请准备，开始，3、2、1，木头人，木头人。天哪！我说的可是3人，让我数数，1、2、3、4、5、6、7人组合动作。哥。 我这往前有个奔头，那贾乃亮一下就把我薅着了，我这差点把腿留在垫儿拍。<笑>全都会起点，不闹了，不闹了啊！跑号来，跑号来啊！还是3人组合啊！来，来，啊，来，开始，3、2、1，木头人，都别走你们，<笑>木头人，<笑>你们咋不来呢？ 我亮哥啊，啊，太俩人呢，我以为他们能冲上来呢。<笑>我奇怪，你看看你这一共4个人连累的那2个人都是自家人还是别人家大院的？要下水洗下水。你清醒一点，<笑>你能不能清醒一点？我不，我家老四啊，学习就学习好，都学傻了呀。他是老三呀，大哥。<笑>已成定局，4人已成定局。<笑> 下一个，要摆的动作是百米飞人，什么东西？但一定得定住哈，好不好？好了，好，来，3、2、1，木头人。哇！哇！我的妈呀，花儿！花儿，你咋了？花儿，我想飞来着。 被失败，人家花花想停留在空中的刚才。在地上这两位回起点。不是，我问一下，像这种同手同脚的也可以来参加吗？你也是，你也是，我怎么是？只要能跑得快，比管人家怎么跑呢？对，就可以这么跑。飞人啊，飞人啊，要快的，快人。快点！快点！没问题，没问题。这行，咱这个先不说裁判啊，跑半道警察就得给带走。<笑>百米飞人呐！<笑>回去吧，回去吧。怎么办嘛？跑不快，回去。跑了，跑不快，回去。万一你跑一个就。 不用着急，我们几个是一个家族，我们陪你跑，我们陪你跑。跑一圈，跑一圈。看了啊，来，我们这乔家跑就这么跑，先这样，先1、2啊。如果你们都跑得好啊，万一留下；如果跑不好，万一回起点。跑得好了，全留下，绝对好。又哈，全速啊，是全速飞人啊。好，可以，你可以吗？先右手，右脚。右手，右脚。3、2、1，木头人，动别走你们！木头人，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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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三二一，木头人。哦，你过来呀、啊！
我这个是腾哥录节目的时候，中间休息的时候，对，休息就过去了。我这个是腾哥在台上的时候。下一个动作，互相结拜。我现在甚至可以点到。刚才也不在这儿，刚才在这儿。在差不多。怎么结呢？你俩结，我俩结，你俩结。不带商量的，来。三二一，木头人。哎，我们带上了。怎么拿了？怎么拿了？不带商量的，来。三二一，木头人。哎哎，怎么拿了？怎么拿了？大哥，三大哥，二弟和三妹在这儿跟你磕头了，也拜了，也拜了，结拜了，亲兄弟，有人管没人管，有人管没人管，哎呀，哎呀，哎，结拜了，我俩都拜上了，你俩拜上没人记录啊？对呀。作为对方，我们让杨迪来验一下腾哥和贾雷刚刚拍的自拍，好不好？好，好，重新来吧。录了四段视频，二弟和三妹在这儿跟你磕头了。还有一张照片啊，站在远处的亮哥都那么的清楚，确实拍得好，自带柔光灯，你看又非常时尚哈。皮肤也显得非常时尚，很自然又大方，我觉得算他们赢了。前置5000万像素，还自带柔光灯，非常好。这就是 vivo S12系列的这个自拍的功能。王牌家族拿一分。接下来升个级，不给你们规定动作了，但是赛道难度稍微增加一点。好，指压板，上指压板。有两个原则，你们要回到原点。第一，掉下来；第二，动了。在中间那个地方呢，会有棍子随时来击打，如果掉下来就需要回到原点了。啊，都不行哈、啊、好好好，得忍着。好疼啊，这个，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太疼了，这太疼了。这一轮咱们每组出三个人，非得你们仨呀。两个呀，雅轩今天也不在、啊、我俩石头剪刀布啊。看给我讲的台阶怎么样。不错不错，石头剪刀布，来来一把成的啊。好，石头剪刀布。好了，请要参加比赛的两家的兄弟姐妹们脱鞋准备。来，两队队员请准备啊，我要开始倒数了啊。三二一，哎哎哎，三二一，木头人，啊啊啊啊！花花在我转过来的时候，往前倒腾了2小步，跑太快了。哎，目前竟然排在最前面的是腾哥，厉害。这个真厉害，岁数大了反应慢，明天才知道疼呢。来，两队队员请准备啊，来，三二一木头人，三二一木头人，啊啊啊！别压我，不能压我，不能压我，不能压我。你们全部都没有刹住车啊，全都动了吗？哦，花花真的是拼了，腿都快抖了，腿都快抖了。你想一想，这期不是以唱歌为主题的，只有忍疼来。所有人都动了，我们再来一局，2v2来一个，2v2，选两个猛的队里边。那看来腾哥和刚刚花花哥他俩太挺猛了。小童，什么时候你开始安排上人了？小童。剪完头发觉得自己成熟了，是崇拜。行，今天我就替小童吃一回苦受一回罪，又能怎么了？毕竟是我妹子。作为乔家大哥，我来。你必须得上了啊，你再不上他们又赢了。不可能，游戏就没输过。我这样，我来当裁判，我看看谁有什么样的漏洞。家属大院的好处。这轮老沈家有什么要对老乔家说的？大哥你说吧。瞧瞧底下的路，别让自己的脚扎破
破了，扎破了，也是一种关心，也是一种震慑。老乔家有什么要对老沈家说的？好的。乡里乡亲的，准备好啊，还是摸到我作为标准啊，来，请听口令，三二一，木头人。我的妈呀，太快了啊。亮哥，你看花花多聪明，两个脚全在那个比较安全的。你以为我不行吗？没刹住啊。来啊，请听口令，三二一，木头人。我想回家，我不玩了。你要成功了，亮哥。哎，我一点不骗你，我现在真的眼冒金星，真的很痛。我这个角度看，这都红了，脸都红了，都红了，这脖子。把它推掉。来，准备，三二一，木头人。万一怎么下来了？万一疼的站不住。花花，我们还咋的？我们花花摇滚歌王，你看现在什么姿势？我身上包袱这么重的人，这塌腰撅臀的。准备好，来跟我击掌啊！三二一，木头人。好像没动，哇，好焦灼！恒哥把你缠得更紧。什么？你什么时候来的？他什么时候？什么玩意儿？准备听口令，三二一，木头人！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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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请听口令，加油，亮哥！三二一，木头人！木头人！脚掌吗？脚掌吗？那也没击着掌。脚掌，等会儿，等马上。击肘啊！要击掌，要击掌啊！好，要击掌啊！准备啊！三二一，木头人！三二一，木头人！木头人！哦，腾哥获胜！差一寸呐！差一寸呐，小伙子！哎，一身汗，亮亮一身汗。我没想到今天腾哥这么不怕疼，我拼了呀！腾哥怎么做到的？为了家族的荣耀啊，忍啊！今天呢是1988年啊，我们这个比拼结束了，彩电也归老沈家了。这么不疼？等一下，感觉有秘密。没有常人可以。哎呦！作弊哥，这位沈家大哥出来一下，干嘛呀？能检查检查你的鞋底吗？啥鞋底？我这双这和平时的你可不一样啊！我就普通袜子，干嘛？兰迪，脚底的皮很真厚啊！我又没修脚了，好长时间。这是好，别杨迪，杨迪，下期你来还不行吗？啥呀？里面有什么？哎呀，这就是王牌对王牌。俩脚都有吗，腾哥？只有一个脚，那脚没来及。他就要宣布了，你怎么踩的干啥？这没起到任何作用。既然没起到任何作用，你单独走一圈好不好？你得走一个，我这样，我让你半拉，你在那儿开始走。走不了。哎，咱别这样，别这样！你们不看看我哥哥脚疼，你也看这一脑门子的。这个不是疼的，是吓的。行了，这趴就平吧，这算盘平了。平审平算平了还不行。总体第一轮，王牌家族拿的分还是更多啊。居委会还是本着初犯的原则，把彩电发给了老沈家，随时到家里来看，一起看王牌对王牌。不光是一个节目了，关心着女性的方方面面。张老师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守护的王牌是什么呢？出水芙蓉。
回首经典影视剧，无数鲜活的女性形象屹立在几代人的心中。接下来第一关，就让我们通过影视金曲找寻那些留存在记忆里的女性故事。一开始是接歌词，开始之前我还想提个问题，还让腾哥跟小童坐一起吗？这有什么关系呢？腾哥那种就是那种行为，顾己不顾人的行为，对，而且还拿着人家小童的帽子盖自己的大头。你弄得人家小童再也没穿过戴帽子的衣服。所以他今天穿了个雨衣来。张伟老师，咱们给大家依次来介绍一下每一首歌的相关背景，让他们有一个数，好吧？第一首歌是电影《搭错车》的插曲，谁看过这电影？哦，《酒干谈卖》。那个时候，我才两个月大，像垃圾一样被丢弃在路边。他当时特别火，得过好多奖，里边那首歌叫《酒干倘卖无》，听过吗？听过，不会唱。酒干倘卖无，小心回答，非常暴露年龄，1983年的电影。我出生那年。这你都会啊？我妈妈爱唱啊。对，这是我爸爸妈妈。小童是演过这个的电视剧版是吧？对对对。那你应该特别熟这首歌了。好，我懂了。好了，请听第一首歌曲。虽然你不能太多说一句话，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完了，一句都跟不上。想答是按这个是吧？哎哎哎，你冷静，你冷静。杨迪抢到了，请接唱。不是，这太容易了，这过分。没有天哪有地，哇，不是，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就是酒干倘卖。然后这边才开始，不是，真的，这个是对的，是对的。统一一下，麻烦红方同学统一一下答案。我这个是对的，我妈妈经常唱，然后后面才开始。姚晨，今天你过节，你说了算。酒干倘卖不，绝对是酒干倘卖吗？酒干倘卖吗？不，应该是这个。那个是错的，没有天哪，没有地，那是错的。啊，是吗？啊，他那个没有天哪，应该是个特别高潮的那个部分。不是，就是没有天，真的，我坚持自己的，真的，我相不相信你，杨晨姐？真的，你要不要相信你？你姚晨姐说，我先让他们倒下他们刚才唱的那首歌。不是，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然后才对，然后才酒干倘卖无。我相信我的妈妈。对，我支持杨迪。支持我的就不要把手放在那儿，我们就自信。你确定吗？我怎么？因为我记得这是后半段的。差不了，就是你。真的，我跟你讲，他是对的，相信我，姚晨，相信我，信我一回吧，相信我，他是对的。而且他妈天天唱，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呢？我那个应该是对的，我觉得。你待会会骂我不？我会揍你。我妈跟苏芮长得也挺像。行，以你们的答案为准吧。哇，都挺好对。给出的最后答案是不可能，他们不可能对，我都不拿，是错的，我都不拿这儿，我都绝对，我到了，打开，他那个伞真的太奇葩了。杨迪，为
什么？为什么要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不相信妇女呢？我不，等一下，等一下，请姚晨。答案是什么的？姚晨是正确答案，他是对的。姚晨是正确的。你们居然不相信朝阳区麦霸？太正确了你。朝阳区麦霸，对，杨佑宁，真的，我跟你讲，他是对的，相信我，姚晨，相信我。你别不要说话了，为什么会这么简单的答案？你妈每天唱的都是错的。我妈妈唱错了，我妈妈唱盗版。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首歌曲的相关介绍。第二首歌，不管还是抢。悠悠，你冷静啊，悠悠。1990年拍的，应该是中国咱们自己的首部家庭伦理剧，叫《渴望》。哎，你那缝什么呢？破家值万贯，我缝个口袋，装点零碎。这首歌我6岁就登台唱过，歌词深深的刻在了骨头里。你搜索一下记忆。渴望的我就不会了，我光听名字就不会了。对啊，老师。毛阿敏唱的那歌也叫《悠悠岁月》。玩呢，光有曲子有啥用？没有天哪。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让你接的那段你就忘了。这时候熟不叫熟。对，就前两句就不行。这有熟的咋的了？没有天哪。请听歌。漫漫人生路，剩下情。你不会唱一定得。我们完了，先准备拿吧。这次让他们抢吧。坚强的向我，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喂，姐，姐，哎，我们是你提早摁了，但我们也是最快。你们欺负我们新来的是不是？能唱下来吗？到哪儿了？你说吧。到哪儿了？我知道，我会唱。过去，将来，不是。你别，老弟会唱。是是是。酒干了倘卖我，酒干了倘卖我。是对还是错？问是南来北往的客。花花这么小居然会唱这首歌，烦死了！哎呀，这孩子真是。我在台上表演过这首歌，是吗？我以前唱过。你看见没有？小年纪多老的歌都敢唱。对。看看那边准备的样子，你看多么紧张，多么忐忑。他们手也在那边呢，你们自信点，手别放上去。这一轮王牌家族队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耶、yeah ！哎呀妈呀！太厉害了！为什么？哎，没水，那就算了。水来了。您的时间太短了。确实啊，这怎么回事？站一下就走了，涮肉呢？我里面还两把伞，上一次的弹回去了。我用的都开出去2米了，伞才弹出来。对啊，我们是长臂猿吗？手不够长，他们。好，来，我们听一下第三道题给出的提示是。19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的插曲。哦，我会。
我才演啊。我们还能信你吗？放心，相信我，这次我真会。然后唱这个歌的是香港的一个草蜢，草蜢，对，草蜢。歌名叫《失恋阵线联盟》，你会吗？我当然会了。你总是电话号码，我听都没有。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不可能不会吧？就会这两句。别耷拉了。却不肯让我送他回家。我真不会唱。我知道歌，但我不会。没事没事，没关系，你不会没关系。杨迪他妈妈会唱。不，这次是我会唱。我不相信我妈妈那些曲目了，全盗版碟，一堆盗版碟。姚晨姐，你们就抢。我会。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贾玲和花花先抢到了。他们唱不出来。这个属于条件反射。还是说好了就忘了吧。不说。上一句是什么？上一句是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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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词儿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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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知道。我们都知道啊，可以问呢。什么呢？不告诉你啊。这个答案我卖。好歹你也问问他。我是拿去。好歹这个。台北哥，不是东北的。还是说好的忘，说好的说好吧，还说好的呀，忘了他。你自己觉得对吗？还是说好吧，忘了他。行，这靠谱。确定吗？确定。还是说好吧，忘了他。说好吧，忘了他。您这调有点堪忧啊。这轮给出的答案是。这边咋下雨下这么大呢？哎呦！啊啊！我，鹏哥，我印象中你就没拿过一把完整的伞。偷了一把伞，特别的开心。你哪来的伞呀？他是从洞里接到的吗？这是他偷摸藏的一把伞。沈先生啊，年纪也不小了。鸡贼呀，藏了把破伞。听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其实一放出来就都知道了。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我也答不出来，我也错了。说好全忘了吧？还好这道题被他们抢了，对吧？幸亏他们抢了。我的信任感已经全部丧失了哈。不是，我还是信任你的人。接下来来听下一题啊。下一首歌跟今天这个日子跟三八妇女节特别搭。是，中国女足的队歌，
歌名叫《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田震的，田震的那首歌。妥了，哎，这就是抢嘛，花花会，花花会。还记得那歌吗？我记得，我还看过 MV， 他坐在热气球上面飞。我跟你说，我不光会唱，我还会模仿田震老师。都别先吹牛，接对了才叫真会。风雨彩虹，那是刘欢老师。铿锵玫瑰，那是田震老师吗？那是刘欢老师。我和你，准备，请听歌。会不会？别抢，别抢，别抢！啊，我把伞放里啊！我会副歌，我会副歌。来喽！七，哎，这边抢到了。好，我们根本就没按。都不会。花花，老弟，老弟，弄他们。风雨彩虹，纵横四海，笑傲天涯，永不后退。对了，对了，怎么就对了，沙溢哥？我听这几句挺押韵。纵横四海，天涯永不后退。哎，我们这边不光歌词对了，调也对，调还对，调对，而我模仿的还像，虽然我不会啊。这一轮王牌家族队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耶耶！胡萝卜来！我哎，这伞不错，这溜达溜达溜达。节目组，你们过分了！杨宁，你把那伞打开，有多大？双人伞。哦，确实，你这咖啡厅的伞都整理了你。杨迪那边刚才是个啥？胡萝卜，真的胡萝卜。胡萝卜。还好没拿着，拿着也不知道干嘛累赘。哎呀。接下来呢，继续是接张老师给出一些提示。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夜晚里我追寻着你。我又唱过，我在台上唱过好多次，我还模仿过，这歌我太熟了。中国影视剧作品里边第一次拍那个改革开放之后出国潮那批人的异乡生活，特别火那歌。知道吧？知道。千万里我拥抱着，我追寻着你，我追寻着你。这歌的名字叫千万次的问，请听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我不行，我问你。别想，我也不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会啊，哥你会吗？不好说呀。你不想在我梦里。算了算了。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你拉了就别拉了，我听说拉了就别来了。问我到底爱不爱你。问自己。小偷抢到了，这会温自己
问自己是否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你说你会的。问自己好在哪里。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放的是第二段还是不对，这个应该是第一段，这个应该是第一段。Cool。 他第二段是最后结尾是问自己说好在哪里，好在哪里。第一段是问自己是否离的，我唱过好多遍在台上。你怎么啥都唱过？对，他的编曲应该是第一遍的副歌。我准备好了。我已经真的做好准备。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我以前模仿过他的，在那个。你跟我说干什么？我又不是你的竞争者。最后答案是什么？离得开你。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回答正确。哇！哎呀 ，sorry， 是我这把嗓子。为什么？为什么出来一个这个？我手滑了一下。您的时间太短了。青山水茫茫。哎呀，我耍了个鸡贼。谁耍了个鸡贼？我哪来的？一直藏在屁股底下。最后咱不接歌了，张老师。不接歌了。不接歌我就没把握了。这是根据300个女性的抽样调查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当一位男士跟女性初次约会的时候，女的会最烦你什么行为 ？A， 你迟到半小时以上。B， 抠鼻子等不雅举止。C， 老拿人家和前任女友做对比。D， 总是低头玩手机。哟，我们呢？哇，好快！我们呢？京飞先抢到的，先争夺话语权。来，我们商量商量，怎么回事？完蛋了，我的天！那个，你再把问题说一下。他这个是多选题还是单选？单选就选那最招人烦的。这几个都挺烦人的。抠鼻嘎，抠鼻嘎，抠鼻嘎。应该是迟到。比较有点过分吧？我不是迟到。我觉得就是迟到和现在没这女人会。听我说，不是听我说，这个题首先我们。用这个分析来说，他们一定会把标准答案放到 C 和 D。玩手机不理人非常恐怖，你说呢？不是一起讨论吗？考试那个三短一长选最长。你是觉得哪个呀？你是觉得哪个呀？弟弟，老弟儿，嗯，老弟儿懵了。老弟儿，你谈过恋爱没？老弟儿。不是唱歌的题，老弟不参与。我基本上已经知道确定答案了，先从概率上分析，标准答案应该是 D， 搁到第四个，前三个题让你们听清楚。而且第一次约会一直玩手机什么意思？摆明就不喜欢人家嘛，肯定是 D。我跟你说，我受过孟非的训练，这个东西我懂。绝对是 OK 的哈，好吧，来 D。如果咱们这边选一个的话，会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 C。一直在那比较不好吧？对，比较应该是。现在贾玲觉得是 C， 你们打算改听她的意见吗？还是不听？我们肯定是 D 啊。D 第四个。你放心，根本不用把我要的。你相信我，这次绝对是吗？100%。对了，那我不放了。由张老师来宣布这题的正确答案。你想想啊，这是对女性进行的调查，她是女人的心情，那当然是贾玲对呀、啊。真的吗？你瞧瞧，我们，但是我们没抢到。哎，啊，啊，真的？飞就是你。哎，我抢到了没有？有一把伞，打开十。打，用啊，用起来啊，还不如不用。你自信的啊！
哎呀，我在这里跟孟非老师道个歉。孟非的训练也有问题。为什么我也可以如此的自信？我也不知道。我被你那种自信让人无法撼动。最后一题，我们再换一下阵容啊！有请上两位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的特邀小嘉宾，给你们来出题，来欢迎两位小朋友。哎呀，好可爱呀、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Wang Yuan Yi and I'm 6 years old. I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with Five on Talk for 1.5 years. Amazing! Thank you. Wow!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Li Qianxi. I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with Five on Talk for 2 years. I like playing piano and guitar. My favorite star is Shen Teng. Whoa! Shen Teng, 亲爱的。沈腾怎么的？他最喜欢你。OK, thank you.我们下面给他们家出的一个题是一个英文绕口令。I thought a thought, but the thought I thought wasn't a thought I thought I thought. If the thought I thought that I thought had been the thought I thought, I wouldn't have thought so much. 鹏哥听到了啥？哈尔滨什么糟蹋、刨蹋？鹏哥，你这英语水平就应该去五幺套个好好学一学。请问，在刚刚的英文绕口令中，一共有多少个 thought？ What?男孩基本上全是糟蹋，糟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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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呀！只是语调不一样。你来拍呀！你在那儿。哎。腾哥拍了，拍他不是，答案是。What？ 男孩7个。男孩7个啊？那女孩没有6个，女孩4到5个，那12个。12个。几个？12个。你说12个对不对吧？对不对？对哦、不对，那是几个？13个。3个。差一阵。哎呀，我说、啊。差一阵，我说是不是对的？啊！哈哈！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哈哈！怎么样，小腾？特别棒。这两个小朋友英语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他们一直坚持在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上来学习这个英文。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呢，是一个专注5到12岁孩子学英语的 APP， 外国老师一对一教英语，还有专业中教辅导，让孩子口语好，学习棒。现在下载还能0元免费试听。因为腾哥是一个特别好学的人，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代表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啊，送腾哥一张免费的精品课程学习卡，让腾哥马上下载五幺 Talk APP， 可以学到一口流利的英文。大家都上这个网吧，五幺 Talk APP 啊，下这个 APP 就可以。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外教一对一精品课，谢谢五幺 Talk。这个环节所有的比拼都已经结束了啊！耶！这样我们请这个狒狒啊，把可以拥有选择的这个特权拿上来，有两队来挑选一下，在最终验证环节，你们可以拥有的那项权利是什么？好，来，选择的是台阶。好，台阶。另外一组，我们来看看你们获得的权利是什么？后发卡。第一首，请听歌。小童，这么快吗？花，快说，花，快说。花，你花没摁啊？你我俩先把这权力主动权掌握下来。说，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拉斯丹斯？咚，是不是？等次大次，等次大次。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等次大次，有点像啊。对对，管他呢，就是。啥歌？啥歌？是那个拉斯的，他原名叫什么？拉斯的 dance。所以自私将我眼睛闭了起来，眼终于看到你的眼睛闭了起来。全是说唱歌手，没一个有调了。答的对不对呢？一起来听。不确定，我真不确定。不错了。不是，不是，不是。回答错误。王牌家族队，惩罚。
开始。哇，这个水这么大的吗？好玩吗？第二首，请听歌。哒哒哒哒哒哒，这什么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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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让你们模拟唱，不是模拟唱哦。哒哒哒哒，评剧。哒哒哒哒，这不是我们时代的歌，我不知道，但我记得旋律。这不是我们时代的歌，你说说。不是评剧吗？不是评剧吗？驿动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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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动的心。不不不，什么驿动的心？听听听，不是驿动的心。不是驿动的心，绝对不是。好吧，好吧。确定吗？驿动的心。他不是驿动的心，你看你，你猜，你猜吧。我们选择相信驿动的心。驿动的心，驿动的心不是这么唱。驿动的心，对不对呢？一起来听。评剧。真叫评剧啊？对啊，这个叫评剧。评剧，评剧吗？不是评剧吗？你以为叫金韵大鼓呢是吗？我们真以为金韵大鼓那个评剧呢。我也是以为那个。是吧？我说，刚才说了，不是叫评剧，改成了驿动的心。我打完这游戏我就猜对这么一次，也不坚定啊哥。我当然不坚定了。文哥，不要接受惩罚，请问此时此刻你把皮衣扔掉后悔不？后悔不？人嘛，不管多大年龄，停留在哪个年龄段都有冲动的时候。哦呦，哦呦，这轮可以！让镇主加油啦！让镇主加油啦！啊，是破的！啊，你别，你别了！放不开，放不开！讲不讲究？讲究。我都没来得及看，这是一把好伞还是坏伞？下一首歌，来，请听歌。啊，什么梦？追梦？腾哥，来生缘？什么？来生缘？确定吗？这把100%相信腾哥的，对，确定。啊，是这个吗？这可是雪，这是雪山飞狐，驿动的心。你唱的是雪山飞狐，我听的是刘德华的《来生缘》。雪山飞狐，让咱家庭内部投票，哪个答案？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什么？你说那个旋律是什么？按你说的，就把包给我。那个什么，雪山飞狐，雪山飞狐。这歌吗？歌不叫雪山飞狐吗？不是不是，那个是那个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那前就叫雪山飞狐啊。等会儿让我们唱完，唱完才能知道吗？不不，一中情，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一中情什么情？这严重超时啊。四三二一，什么歌？忆什么情？忆什么情是正确答案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歌。忆什么情？别别别！忆什么情？忆钟情。忆钟情啊！忆钟情。忆钟情啊！寻寻觅觅，
正确答案，来生缘。这不来得了啊！这不来得了啊！我哥，我来了，爸。评剧，评剧吗？不是评剧吗？来生缘，来生缘。我的内心跟脑子一共一生只能储备三首歌，我今天中了两首，你们。不是我问你，腾哥，你有什么好发脾气的？最后说定的意中情可是你，我们几个不敢定了，上次误会你了。腾哥走出来主要还是为了把皮衣捡回去。不是花花，这歌都是你们年龄段的吗？不是啊，你在那，我错了，咋的？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哎，怎么回事？我是完全努力够这把伞，刚才那腰带忘系上了。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怎么还耍赖呢？哎呀，别怪我不够义气啊，这个轮确实不应该教我呀。但刚才两人发挥确实很好。嗯，吓人不？什么音乐素养，刚出了俩音符把他给你抢。但是腾哥，我只希望你能够自信一点。嗯，那达不到。一说就那听你的吧。现在我们这个音乐家族队进行了人员上的一些小调整，继续听前奏猜歌名。这我知道这歌，但是我叫不上名。没人抢，拍的是桌子，吓我一跳。这什么歌呀？不知道，我听过这个，我听过这个。我没拍呀、啊，我没拍、啊。小童拍到了。谁呀？小童拍，你说吧，小童。你拍的，你说吧。我被晃范儿了，那边爸拍桌子，我赶紧拍了，就是知道拍的是桌子。我们先晃别人的范儿，人家再晃我们去，你咋那么不禁晃呢？酱还是老的辣，酱还是老的辣。小童，有没有答案？没有。随便蒙一个。关键是蒙都没有答案。那个谁的？那个谁的？啦啦啦啦，林依轮的《爱情鸟》，确定吗？确定吗？是，肯定是，腾哥，肯定是，听你的。爱情鸟，哎，当然听你的了。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吗？你们有别的答案吗？你们？那也是没有。敢跟我发表别意见，我单独给他们发车。这轮都听腾哥的了。我们还伤了一个老人三回心呢。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树上停着一只。你是什么鸟？开挂了，今天人生中的三首歌已经用完了啊！接下来就不用再指着我。接下来音乐家族队接受惩罚。等一下啊！哪还有等一下的？怎么还有等一下的环节呀？都是自己人呐，导演组的兄弟们呢？音乐家族惩罚开始。我去！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漂亮，洋葱头。但是接到了，你给他剥开呀，剥开面积还大点啊！沙宝亮，我问你，啊、你
你有没有可曾想过，你身边还有一个人，你在那转，全在周深身上。这也太损了，这个。这到前几期给我们的，这都算好伞。接下来我们升级一下玩法，听规则。玩法二，歌词倒着念接唱比赛，两队根据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 Jovi 倒着念的一句歌词，正确接唱出下一句的正确歌词，未抢答成功的队伍接受惩罚。倒着念话很难啊，哎呀，我特别不，我不会记词儿。没问题，花花曾经倒着光听歌没问题。不，但我对文字不是那么敏感。音乐很敏感，但是文字不行。恒哥今年吹超常发挥。我这倒着听，正着听，也没人听。我们请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 Jovi， 歌词倒放第一句，请说歌词。免姓能不忠，逢向路侠年之生有。花花，有生之年，狭路相逢，好像是吧？相信一下自己，你不要被腾哥打击了两下。我自信心，我这回我发现了，鼓励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总的，有生之年，狭路相逢。是的。下一句歌词是，我们还要接下一句啊。这一轮的要求就是接出下一句歌词。你才来啊。我就会这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我们能猜出来是哪首歌。流年。流年咋唱？我不知道，没听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合唱。有生之年，狭路相逢。这届导演带不动我。关键时刻地话筒也不好使。完了，我不知道，那是来吧，认了吧。五。等会儿我们不得蒙个答案啊。狭路相逢，终等不到，终不到流年。等不到昨天，行，非常完美。等不到昨天或明天。我提醒一下。你现在在唱的这句依然是刚才周薇给的读出来的词，我要的是还后面那一句。还要啊？哒哒噔噔。对，就我要的是这句。就要这句是吧？对，我要的是这句。我们一起哒哒哒哒哒。他们全错。就一起伤心，一起流泪吧。一起伤心，一起流泪，流泪。也可能会一起淋雨。一起来听歌，来。什么的红线，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突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哦，不是红线，曲线。王牌家族接受惩罚。稳稳当当，稳稳当当的。什么东西？拿过来，拿过来。工作证。这是我们工作证上的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好走的？刚才谁落我这一个工作证？腾哥跟我说稳稳当当的，不用抢，我就没抢，我们俩往这一躺。不是，我那节奏该后来应该变快的。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啊。哎。子怡姐获得答题权。妈呀！南屏晚钟。南屏徐小凤。什么？回答正确。
哎呀，哎，你看看看人家子怡姐这个格局。好了，接下来王牌家族内部将会产生第一组被淋水的队友，请听歌。这什么呀？花花获得答题权。纸人花。梅艳芳。不是。啊？怎么说的？就按咱的剧本来的。哎。啊！快点把伞用上。怪不得把伞给我。真舍得用吗？还是还给子怡姐？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回答是。回答正确的，开始惩罚。啊呀！啊啊啊啊！把子怡姐的伞给你吧。这个一点都没用。哎呀，这个真没用啊！怎么还反而把水都聚到一起了？感觉那个水都成一个水柱了，从那上面流下来。接下来，马上进入听歌接歌词，以家族为单位了。啊，以家族为单位。这嫌弃我的有点明显了。以家族为单位，我希望某些人不要拖后腿。说你呢啊，玲姐那么爱你，她也一样点该点的，你说点的你。请出歌。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集中。腾哥答题权。是不是不是啊？啊，光负责抢啊！集中曾被爱的舞，和你前面跟着唱是怎那么欢是吗？三，集中被爱过，二，集中曾被爱的舞，一，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集中曾被爱的味道。回答，回答正确。他还笑，子怡姐还在笑。别笑，陪你开心吗？不是。哇！我紧张不住。不是他在哪儿找着个盆儿啊？月月干什么？盆儿啊？刚才就放那儿了，放道具啊。用盆儿。不是你整点欧美歌他都知道，中国歌他不知道。别太欺负人，放两首什么爱丽丝啊什么的。不是欧美歌也行，欧美的，对，欧美的。是。我咋觉得你适合东北的呢？欧美的。来，第一首歌，请听前奏。哎，这个太明显了！完了完了，我抢了，我抢了。朗朗啊，是花花先抢到啊！啊哎，这个太明显了！完了完了，我抢了，我抢了。朗朗啊，是花花先抢到啊！不会是野蜂飞舞吧？朗朗，你说对吗？
这我们年纪大了，反应慢点，是不是给我们减点时间啊？哇！嘉宾队接受惩罚，三二一，惩罚。啥呀这怎么当伞使啊？小明哥损坏道具是要照价赔偿的。哇，小明哥这也太惨了，这个。呀，小童那放的是啥呀？不会是香蕉吧？我们来听第二首歌曲的前奏。这像寡妇村里的村长。没有人有钱的张姐。异动的心，哎，开始了。异动的心会哼吗？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你看都是你在那。不是，我以为背景音乐呢。那是不是异动的心？我们来听一下。曾经以为耶是一张张异动的心。异动的心腾哥，你得拿着你的伞，我这不是把伞。三二一，惩罚开始。走你！还真是个小娇。这没事儿。不行！哎呀哎呀，这是吧？我反应好快呀，他不就老手了？哎，怎么了，他哥？看到了吗？这是我们的那伞。这是我们的，我们这是我们啊，这是花花，这是花花。对，这是王牌对王牌的定制款的漏洞伞，但其实它是不漏的。哦，做的像补丁而已。好，还不错。好，接下来我们改变玩法了，不是猜歌了，是接歌词。接歌词的，先再见了。再见了。我每一句后面都摁。不是了，再恢复。准备，请听歌。用心挑送你心酸离歌，帅一下。完事儿了，准备吧。我又押题押对了，我跟你说，我就知道他这句该停了，就剩一句了还不停啊。到底对不对？用心跳送你心酸离歌，肯定对。花花能嘚瑟成这样，你觉得这题还有跑？应该是对的。回答正确。我刚说完回答正确，吉娜手已经妥妥的摆在那儿等着了。惩罚。你手摆在那儿有什么用？快拿下来，别窒息了，潘叔。干嘛整了个这个？我是有备而来。没说完温柔，只剩离歌。看咱俩谁游得快啊！也是因为这期没有包袱，没啥包袱，现在啥招都行，给大家游个泳吧。来啊，下一首歌，请听歌。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林俊杰的吧？会吗？林俊杰。咋的了？
唱的咬牙切齿的，你会不会呢？鹏哥抢到了，嗯，够呛，花花不会，啊，花花不会什么？哎，对，我看你很嗨啊，小彤。花花不会，我是嗨，但是我不会词儿啊。不，我发现你好几次了，小彤啊。主要不是每次都是你会的，好像人家都唱出来了。我也以为你会呢，但是我看花花那个表情，花花已经。你看你以后我是感觉就不会感觉我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决定。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拼出来了。行就这个吧，感觉挺像。我一定让自己决定，对吗？确定吗？我一定让自己，这句话肯定没错。自己决定，唱两遍让自己呢？那小童，那你叉叉那唱多少遍呢？不改了啊！我一定让自己决定，感觉也没毛病，没毛病，来吧，没毛病，没毛病。好，来，来吧，听一下最终的答案。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再见，我一定让自己决定。不打不去，竟然赢了。你们就说我这不往前推你们一把，你们哪有这种进步。惩罚开始。哇哇，吉娜抢到了个啥？就这么小的。哎哎哎哎，小明哥已经非常淡定了。我觉得下把我们会不会都得拍，反正不拍也是输。好，我们来听下一题。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不会唱。我在北方，花花又咬牙了啊！你会不会？我真听过，我不抢，会我就抢。看在这边这几个人加起来都快200多岁的样子，你真的给我们送他们一题，他们都答不出来。没人抢，没人拍。这是董小姐吗？成都，成都，对不起。啥董小姐和成都？南山南。哦，我这还瞧不起他呢。他们都不知道，那咱更不知道了。做不完一场梦。哦，那我董小姐，腾哥，你还成都 ？Zero， 哟哦哟，哟哦哟。这是什么毛毛？什么玩意儿？哎呀！这假的，不能吃。啊！这好像是两季以来第一次我没有外套。这也是两季以来我们俩配合的这么默契。Cool。这轮整体的比拼。到此结束，获胜的是王牌家族。耶、yeah ！玩了一场水下来，身上是干的，没有淋到，没得参与感。一会儿给你单开一个，你去淋会儿。